好，在这个时候呢，欢迎所有的嘉宾和新闻界朋友，给一些掌声大家先，因为今天是非常之开心啦，可以邀请大家来到参与我们 UNES Sunrise 2016年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大都会人寿世界羽联世界超级赛系列的记者会，听到个名字咁长嘅字非常犀利，俾啲掌声我哋现场所有嘅嘉宾同埋尤其是出席嘅运动员朋友们啊！一言一道嘅体坛盛事 ，UNES Sunrise 2016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将会喺11月嘅夜2号至到夜7号喺香港红馆啊就系举行。今年嘅总赛奖金咧提升至到历史嘅新高。是$40,000，屬於咧世界羽聯超級系列嘅其中一站。Just we were talking at lunch, Mr. Tong mentioned that it is one of the top 4 elite sports in Hong Kong. Furthermore, top-ranking professional badminton players have gone beyond being just national heroes in their countries. They are being appreciated the world over. 多謝香港羽毛球總會一直咧堅持不懈，憑著專業。實幹的精神再次為我們籌辦這項一年一度的體育盛事。最後我祝願所有選手旗開得勝，並祝2016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取得美滿的成果。多謝各位。在星期六那天，我們增加了那個低票價的區域，就是令到很多的市民大眾都可以更加參與來觀賞我們的賽事。我哋大概增加咗準決賽，我增加咗700個位，係最低票價嘅咁樣，就希望多啲人能夠參與。